填问卷就免费赠送小皮针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台湾铁路管理局政风室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会在苗栗活动，至2月17日下午3点30起，于竹南火车站廉政服务台办理廉政宣导、食药检血问卷调查，就有兔年的小提灯免费赠送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，请大家踊跃参与。台湾铁路管理局政工室关心您。往走六的区间车，请您不要靠近月台阶，一定危险。空运旅客第二关台边设立到站的是自由山线乌山六号站车，请您搭客运回来边应急下。往海线的旅客，请你到本站换车。往海线的旅客，往海线搭乘15点46分，经由海线往高雄九龙号的旅客，请您在第一月台候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5点48分开往基隆区间车，请在2A 月台上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5点48分开往基隆区间车，在2A 月台上车。各位旅客开闸后，15点48分开往基隆区间车，在2A 月台上车。15点46分经由海线开往高雄莒光号，请在第一月台上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
名称是什么？你试看看 98TVBS SH， 前面加个 98 就对了，98。啊？它是 IP 啊，它是 IP， 你直接输入数字就好了，你数字就抄你之前的什么，好像是最后一个是41吧。 对对对，那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点进去之后哦，假如它的是那个简体的系统的话哦，点进去之后它会看到两个乱码，你要点到那个比较多的乱码，出差共用的那个点进去之后才能传，你直接传它不会传，它可能是这样发生问题。那没也可以传啦，只要 FTP 可以传，只是你连进去之后你要进入 folder 里面才可以传，重点是这个，你直接进入之后直接拉它不能传，要进到那个 folder。 因为它会出现一个什么业配跟出差共用，那可是它是简体系统的话，它就不会出现那个出差共用字，可能变成一个两个小乱码跟四个小乱码，你就跟他讲，连到四个小乱码里面点进去再传就对了。好好好，OK， 好，拜拜。 各位旅客您好，15点56分开往金竹区间车，请在2A月台上车。
各位旅客，您好，15:56开往新竹乌干车，在2A 月台上车。后尾以下开闸后，5:56开往新竹区间车，在2A 月台上车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6:00经由山线开往苗栗区间车，请到2B 月台候车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0:00经由山线开往苗栗区间车，请到2B月台班车。后尾以下开闸后，经由山线开往苗栗区间车。请到民币那套电查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6:01开往新竹区间车，请到第一月台候车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0:01开往新竹乌干车，请到第一月台班车。后尾以下开闸后，16:01开往新竹区间车。请到第二月台电车。
各位旅客您好，十六点十分经由海线开往彰化区间车，请到第一月台候车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。各位旅客您好，10:10经由海线开往彰化区间车，请到第一月台等车。欢迎旅客开港后，十六点十分经由海线开往彰化区间车。请到起立一台电车。